王斧头啊，我看你才是吹着喇叭坐飞机啊，吹上天了你。哎呀，来，那我们棋盘上借构下，来，让你先走。先指路。记住。上马。我也上马。上边马。继续上马。来，中炮。上马。出去。平鞭炮。进居雄河。是箭炮。哎，又过来了。这不多走一步吗？来，进炮。来，回马。你看你不得回去吗？这，哈哈，进兵。飞下。我起横车。出去。飞掉。踩了。我上马，我也上马，来送给你吃，白送的我就给你吃。先弃后取，那我上市，吃掉吃马，咋办？能吃上我的马吗？你敢上来？哎呀，这不进兵吗？这，哎好，哎呀，回马，我再吃咋办？死马一个，那马我丢了吗？这，古兵，你吃吗？人家踩炮，你再踩掉吗？哎，对，我就吃掉，他踩掉我踩掉，这不占便宜了吗？勾满了，记住。哎，哎呀，你不踩呀、啊？先弃后取啊！那还是拱马、哎，这憋住马腿就行了吗？他还是吃不上。哎，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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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吃马呢？我吃兵就看住了吗？我进去。哎呀，这会看见叫马呢，是叫跑呢？哎呀。咋办？就哪一个？我走了，把我马吃死啊、他这样吃马，我跳这他落象。哎呀，这马死了，活不下呀、啊！你要马还是要炮？活不下我就不要了。撤！来，记住，上踩掉，马打掉。先拱掉，别急。吃，直接踩象，打马。吃，我就打掉。再打掉，空头放下了。再吃炮。空头有啥用啊？单局寡炮嘛，他。重兵再给你吃。将军，下士，吃炮，吃炮，直接吃兵啊！人家进也不了嘛。记住。行行行，吃炮。再进卒。再吃兵啊！再吃兵啊！踩直接。皮去。哎呀，我再踩。上市，能踩过吗？直接踩掉，这不合了吗？拱马，这他能行吗？对呀、啊，把这个兵吃掉就完蛋了吗？将军，上市，把那个兵吃掉就合掉了吗？平去。哎呀，他这样看，我以为他进，他进了我退，退到这就拱。拱兵就换掉了吗？那开少了，还能这样开啊？哎呀，
射象，飞象，我就在吃，飞飞给你吃。嗯，我先落个象，上个象，进坐，拉住，先把象吃了。哎呀，你把那个拉住，急啥嘛？再进坐。现在拉不行啊。平坐。来，退回来。再平坐。他走不开嘛？咋走不开？像现在进车进兵就走开了嘛？哎，把这个跟住，别让他进车啊。平坐。哎，我再把这个拴住，这又不犯规吗？进去。哦，先进去啊，然后进兵。哎，出来，拴不住了。现在进坐。拴不住了。下士。将就，再没这个脚。将就没用。跟住，再给他拴住。靠左。来。回去。将军。上士。来，这他能赢吗？进去。我就随便走。进去。哎呀，我就随便走。进坐。我就随便走。来，靠坐。我上象。冲。能靠进来吗？靠坐。随便走。再靠坐。落个士，落个士。落个士干啥啊？退局，提局，落象，对，落象，倒挂式，哎呀，将就，想干啥？出将，你再过来，落士，上士，啊，我就再过来，你将也就再过来嘛。这样咋了？将军，这咋了？我还对局呢，我。哟，提局。哎，将军，进来。吃我象，我象不要了，我。将军，我上士。下士。嗯。卒进攻掉我吃掉吗？咋了？哎，就卒又吃掉了。哎，哎，让他换。将军。哎呀，来，再将。出来。哎呀，哨丢了。将一个项羽丢。将军。上来。哎，这项羽吃。我把你的吃也吃。上将。黑军杀兵。将军。不将。下来。直接将起来杀兵啊！哎，这样杀。记住。将军。将军。下个士。能进。嗯、上个象。将军上来，对我上来，还能咋的？退去。那我就再下来。项羽吃。哎呀，项羽丢了，我进来吃屎吧。
那一张将就，你下去就行了嘛。下来。下一兵打将。记住。嗯，沙吃一将。哎呀，就慢了一步。哎。出来。哎呀，这还出不来了。走，看你怎么走。哎。